自我头一眼看到你，我就决定啊，一世人除了你，我无法度接受任何人。林奈，我一定爱林奈。到时阵不管叫什么人，赶紧给咱蒙自五星，摕到期待的成就吧，才是上重要的。清贤哥，你在想啥？我无想啥。敢袂当小问一下？当然啦，我知影像恁母家这种家大业大的家族，一定是希望子孙满堂。就是唔知影清贤哥，你有介意囡仔无？介意？我当然介意。我可袂得马上就有啊，愈紧愈好。哎呦，因为你的关系，咱的囡仔一定就巧的。梁孟子，你妈妈这样看你家己无？你想看嘛哈？那不是因为你去说服依林，这样关键的人物做你的靠山，文爸文哥哪有可能这样紧就认同你？对你的态度有这样大改变，真正是天要落红雨啊！你着尽量甲我开不要紧，只要会当甲你爸在外辛苦边，总有一天你会知影。我是一个内外兼具的美人，到时阵你就会和我杀掉，无法度离开我。哎呦，信贤哥，你莫安尼甲我亏啦！我是真正知影我做唔对啊，唔才会真心诚意去向依林赔罪。不管安怎讲，大家以后拢是一家人啊！啊，咱讲遮尼久啊，你巴肚枵啊吼？怎样？你是介意食牛排？唔免啦，唔免啦！我看到你，我即摆无啥物胃口啦。凊彩点一寡较清淡的哈，赶紧食食的。我等下阁有代志要无用。哦，怀疑我暗顿嘛食较少啦，我就点一寡沙拉甲开胃菜好啊。啊，对啦，唔知影咱订婚的饭店你有决定啊未？你若是还袂决定？我会当推荐你几间我最喜欢的饭店哦。诶，还是讲会当伫你拄收购的日月星饭店，听讲迄边有办户外婚礼。哦，刚来用心为着干嘛这浪漫嘞？这个代志我会处理，你只要会记来参加就好啊。安怎？敢讲你希望邀请所有的媒体来，让全世界拢知影是？安尼敢袂用诶？当然袂用诶。你到今嘛，敢阮阁袂记哩？我这个人做代志有安尼啊低调些。无啦，我是想讲。你莫想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我上讨厌的，就是我私人的代志，互别人知影，当作是话题来八卦。嗯，低调好，低调才是主流。只要你欢喜，一切拢听你的。是讲。咱马上就要变成翁仔某啊！我爱赶紧把你介意的物件学起来，让你逐天回来厝的拢会当感受到我满满的心意。你着偷偷做你的白日梦，为着你欢喜嘛无偌久啊！等我摕到期待信，甲我的电话敲在了，我就会当拜托你。嘛只有安尼，我跟青玉才有未来。是汪依林传简讯给我。这苏星主应该是让想你外远就想外远，竟然主动传简讯给你，李校长。恭喜恁母家要办喜事啊！我的老同学廖蒙兹，这两天就会跟吴信贤订婚，算起来是你的同事啊。请好好照顾伊，而且就吴信贤甲廖蒙兹百年好合，汪依林，啥？廖蒙兹要嫁吴信贤？这是啥物神展开啊？这无可能啊！廖蒙兹是有名花瓶主播，即阵啊才因为老秀的洪凯都尔，不敢哪有可能接受这款新妇。这一定是汪依林黑白讲的，伊黑白讲这一辈通啊，
无理由啊。我看我也是打电话，阮大家打电话好啊。等等，顾家李少爷订婚，这是大代志。照理讲，应该放消息给媒体，要释放什么企业合作的利多，比较低调，才赶紧，这不正常。甚至，你阁是魏杰外人那边才知影这件代志，这就搁较离谱啊！在咱还未摸清楚状况之前，先莫轻举妄动。对吼，阮大哥这么爱面子，伊的后生要订婚，哪有可能黄爷爷啊？而且，伊已经叫廖蒙子去甲汪一林抹黑，阮大哥就甲廖蒙子踢出局啊。不过汪一林会传这简讯，这消息一定是真的，就代表恁大哥也同意这婚书。廖蒙子败部复活，背后一定有什么原因。让我感觉最奇怪的就是姓贤，之前他还为着那个吴安的吴靖玉去给车弄，他根本就不爱廖蒙子啊。他的愿意跟廖蒙子订婚，这真的很奇怪。越离谱的状况，我们的真相就越大。这已经不是吴姓贤买还是不买的问题了。你想一下，有什么是吴姓贤一定要结婚的原因？最近阮大哥身体无好，伊敢会是想要赶紧看到信贤结婚？啊，不过嘛无一定爱廖蒙子啊。啊，敢会是阮大哥想要赶紧和信贤结婚，甚至生囝，用期待写给阮大哥？毕竟迄个廖蒙子真正足听阮大哥话。是什么病需要用到脐带血？是增生性骨髓瘤。医生有讲过啊，用脐带血治疗这种病效果真好。若是讲想要赶紧和信贤订婚生囝，是为着这个原因，那呢，这就讲会通啊。为着保掉家己的地位，无少利用还未出世的囡仔，这确实是分彩下来会做的代志。阮大哥的血型是 A B 型，啊，若无，我来查看卖网络顶面，敢有廖蒙子血型资料？若是有，就跟咱有的差不多啊。嗯。黄金单身汉与知名网红互动密切，大蛋爸国餐。哦，这是什么情形啊？你早去跟妹妹约会，想要劈腿啊？啊，有啊啦！廖蒙这血型真正是 A B 型诶，看来真正跟咱约会同款。安尼，咱就要想办法，袂当让彭彩霞抢走这个功劳。对订婚有心到生囝，上无买八个月到十个月，咱还阁真侪时间会当想办法应付。廖小姐，我所有人员拢在招牌人客啊，请问你需要做什么服务？嗯，你哪会这么面熟啊？廖小姐的目色实在真好，五年前咱见过面啊。而且饭你的福气，我的店去又烧去啊，损失足惨重。今嘛过来开一间婚纱礼服店，这边就请你手洗脚管，唔通过来放火啊呢？啊、哦，对吼、哦，啊、哦、是你哦，哎呦，咱哪会这有缘啊？啊，唔对，应该是讲你的眼光真好，你店内礼服拢合我的眼光呢。那呢，我的眼光是咪爱调整一下？你讲啥？无啦，啊，你有啥物所在需要我甲你斗相共的？是安尼啦，
明仔载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场合，我要去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人，所以我需要跟一件礼服替我加分。你去把你上最上好的礼服拿出来给我看看。也袂蛋黄酥，身体才会肿起来，这个拉链才会扭袂起来。哎呦，王依林，你最好是莫害我订婚无法度穿这领哦，我就是要穿这领，穿这领。哎呦，经理，经理，敢袂当请你入来替我拉拉链啊？谢谢。是你哦。是我。我出来啊。你阿哩穿真正有够水的，足白的人的，我感觉心中就要跳出来。我一出来，我就是过来找你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你不是讲要几冬才会出来，还是讲你知影我要订婚啊，所以你偷走出来？不是你想的安尼啊，你不是知影我伫遐内底表现足好诶，所以提早假设，啊，你为着要跟我订婚，唔才直接七情三苦。我你行一下拢袂记哩啊！我要订婚，当然是甲你啊，啊无讲话有啥啊？是嘞，我伫个内底，把你等到遮尔啊久着。这五年来，你为着我，家己一个人咧过生活，我一想到都足唔甘的。是啊是啊，世伟哪会遮尔紧就让人放出来？我甲圣贤哥拢还袂结婚，我真无简单，才伫咧舞会王的面头前翻身呢。伊若是走来乱，我就真正完全无希望啊啦！我真正足感动诶，世伟。你来个叫我世伟，你要叫我老公啊？你是我这世人得认定的老婆。哎呦，哎呀，你别安尼啦，安尼我会足歹势的呢。咱未结婚，你就安尼叫我，安尼以后就无新鲜感啊哦。你会当叫我萌子还是小萌萌？啊，不过我也是想要叫你老婆的。不要紧啦，咱先来登记。为滴我出来头一个代志，就是想要娶你。啊，你咧福建好啊，唔就是咧等我。等咱登记了。我会替你办一个足请爷的婚礼。啊，无袂用诶，买哪会当遮尔凊彩啊？当然爱拣一个好日子，我才无想要办到遮尔凊彩，安尼感觉对我足无尊重诶。好好好，啊那安尼，我搁另外拣一个好日子。我伫想着，咱去登记，我着足欢喜诶。啊，不要紧啊，啊你先拣礼服，你礼服若拣好，我即个做老公诶，就会替你买单。啊！等你礼服拣好啊，咱就来做伙食烛光晚餐，顺便搁约一下会。啥？搁爱食饭约会？看起来世伟无拍算要离开，伊要跟我高高低，袂用的袂用的。明仔载我就要订婚啊，要哪会当让这个扑龙宫破坏？